太子殿下昨日才离开，您莫要太忧心了。皇姐，你有没有特别想要见的人？是不是想见一个人的心根本藏不住？公主殿下，您不要等了，大婚看来要推迟了，太子殿下他可能……他也这样等过我吗？他也曾这么想要见到我吗？都这么久了吗？他已经走了整整300。呀，那个公主殿下，太子殿下才走了30天，这么多正字，您是按照时辰画的吗？可能是按刻钟画的吧。太子殿下还没有回来啊？明明3-5日的路程，太子殿下往日不可能耽误这么久的。大家都在传，说太子殿下八成是回不来了。公主殿下，他们乱说的，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。小厮，私事未嫁，开局直接收管。666。圣旨到，陛下有旨，太子殿下凯旋而归，特赏赐。公主殿下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好厉害。我记得1月前，你我第一次相见时，大抵是因为我身上血腥气太重，好像吓到了。此次剿匪8000人，悉数活捉，无一滥杀，因此多费了些功夫和时日。这次，你还怕我吗？他还活着，太好了。来，走，回家。哦，太子已经回来了，离大婚只差3日了，真是可惜。那天下第一刺客朱氏，今日再也没有出现在皇宫中过，有意思，看来需要我亲自出马了。完了，虽说见他平安回来很高兴，可是突然这么走在一起又觉得有点尴尬，这个场景好像约会啊。你好像又把心里想法说出声了。快给我失忆。走，我陪你逛逛。哇，好美啊。牵着，心跳好快，这种感觉就像是在约会一样。我与你分别的近些日子，我一直想等再见到你时问问你，是否想清楚，是否愿意心甘情愿地嫁给我。我已死之人。其实，但是今日与你重逢的一瞬间，我突然觉得该想清楚的人是我。我是否愿意做好准备，哪怕你不接受我，我也一直喜欢着你。现在我想清楚了，你该是自由的，我会一直喜欢着你，不论你接受与否，不论日后你我相爱还是分别。阿兵，曾经我只求与你年年岁岁常相伴，但如今我只愿你往后余生平安喜乐，永远幸福。但若有朝一日你我分别，我也希望你一个人可以平安顺遂地度过余生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你发什么呆啊？走啊。你过风了，这风真是邪门。小风风让开。救命啊。等心，大哥哥。阿兵，我皇姐失踪了。这可不是我干的，我只顾着躲你，
近日没有来过皇宫。你是不是很厉害？我请你去救他好不好？你一个公主月俸才多少，请不起我的，我可是很贵的。我把我的嫁妆全卖了换钱给你，如果还不够的话，只要你答应救我皇姐，我以后就再也不缠着你了，我再也不烦你了，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。成交。